呢，啊，土地规片拢，即规个山拢阮制作个，啊，你要爱对一地，伊讲啊，无安尼，我用牛皮吼，用牛皮来围啦吼。啊，想到早自从啊牛皮围到偌大地，结果咱平埔族个，甲迄牛皮加做足幼细个，安尼去箍一连话，哦，箍一片做偌片安尼啦。啊，到早讲。哦，他有用直播呀，因无想着讲一定用直播，用一领牛皮，伊无讲要安怎围啊，伊叫用一领牛皮安尼甲搭咧吼，即块外，啊即块安尼啊，伊即摆甲胶变变散，哦，靠了就变一片做外片啦，好安尼，好，啊我先讲一个故事啊吼，迄、那个中华民国即个三个大猎头吼，坐直升机啦吼，要去视察。啊，这个江毅院长就讲，嗯，我魏副领地看了讲，我一万块我拿来个，等你下卡吼，啊人若捡到一包红包吼，哦，迄、那个一定足欢喜。啊，这白副总统吼，就讲啊，遐讲你别个分做两包，哦，5000、5000安尼包起来。牵着，啊！若捡着，就有两个人足欢喜。啊，这个鱼啊，生龙毛迄个吼，伊就讲，哈、啊，恁有够讲，那我吼，我甲分做10包，安尼牵着，就有10个人会足欢喜的。啊，迄个驶直升机吼，阵外头过来看，你太无爱家己包包，阵弹落吼，安尼全台湾2300万人拢欢喜。好嘞，好。啊，这个马卡龙的这个故事啦，哈、哦，好，继续。好，过来，啊，再拄去拄到这个，拄来我来因三个哈，你嘛这三个精神病院的这个医生吼，医生啊，都每3个月拢来阁叫出来伊的诊疗所遐检查看啊，这3个月来有较进步无？那好啊，吼，会当放伊出去啦。啊，所以这医生叫伊来了，坐好啊，来。啊，医生准在迄白墙顶管用奇异笔画一个门，佮画一个门把。啊，就甲因三个讲，遐、欸、恁三个拢好啊哦，会当为迄个门出去。好，两个真正准撞起来，倒去两个去抢迄个门把，抢要出去。啊，医生害怕啊，这两个还佮掠入去关。啊，就想哦，佮一个无啊，这个好啊。终于有一个给我治好啊！哎，就问，哎，啊你好啊，你咋不爱出去？迄、那个笑眯眯，哈，医生啊，啊因两个笑的呢，啊锁匙伫我遮，无来给我摕锁匙，要安怎出去？我操，夭寿啊！这个搁较吃力啊！本来想啊，搁有寄望讲这个好啊，也袂冲动讲要去开迄个门。结果甲问咧到底，哇，这个佫较严重。结果三个拢爱佫掠入去关，吼、哦。啊，这有，互咱有一个启示啦，吼、哦，来看麦。哇，小蔡，啊那个，好 ，OK， 这三个精神病患者中，因无承认伊家己有病，拢认为拢好呀，拢要出去对不？啊，一个讲锁匙伫我遮，无来搞我摕锁匙，恁两个笑的，免怎出去，吼、哦。头前迄两个冲去开门的，是较无台湾意识、无独立思考的能力、无党无派，吼、哦，拢差不多即款的。牙香对白，啊，你拜啥毋知影？我见真侪人咧讲牙香对白，就是讲你拜即间庙、即神，伊也无啥物宗旨，吼、哦。大部分拢干呐讲，啊，着求平安、求大赚钱、求健康安尼尔，无啥物教义啦，吼、哦。你若讲，基督教起码有一本圣经吼，敢若迄本是独一无二，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书叫做《圣经》。啊，第二本畅销的，但是迄是《毛语录》啦，但是迄是被强制的吼，迄较无尊重。OK， 那么台湾人就是拢想讲啊，啥物人来管拢共款，我拢爱做靠饭通食。拢是安尼，伊拢无想讲，
我是不是来进入管那个管理阶层，来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权力的结构啊？大部分的台湾人是这款人了哈。第三个是独派人士，就差不多像我较早呢，我较早我那独立建国派，哈，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首饰。啊，恁台湾民政府才几千人呢，哈。啊！你无话，阮这党上大党的反对党，要赢得国民党无可能，哦，差不多安尼。独立建国就是阮独派的工作，阮独派较有法度啦，就是阮民进党较有法度安尼。好，哦，啊，所以自认为伊拢对的，所以咱去咧甲独派的人咧讲，吼，哦，顶多比迄，那个在无台湾意识，你较叫伊会请来。啊！那这独派人士哦，会跟你争个暗棍棍做阿条呢？吼，哦！啊，所以就番沟通呢。因为拢迄个独派，因迄款独立建国迄个思想控制掉、锁掉了。你要叫伊个跳开这个来徛做外口看，台湾民众跳袂出来。所以等到这款无意识个你甲讲了，伊会醒来。等到找只好，所以我这四五年来。含独派接触，伊若叫伊请，啊地位较悬的叫请起来，哦，足全力支持咱的，但是百分之差不多95%以上叫袂请，因固执己见，哦，认为因对，哈，哦。那么，迄，那个医生是咱 TCG 台湾民政府成员，伊拥有正确的国际法律能源观察，要来医治患病只台湾人。其实咱拢许国民党68年教育家，差不多咱拢差不多破病啊！吼，头壳内底拢带一挂粪扫，拢中国文化的粪扫。啊，要安怎？甲台湾人叫醒，就是美国叫咱来训练4000个，会再讲等于种子教官，咱来遮学一挂法律，啊，那个新台湾论好啊，甲研究，安尼咱出来甲所有的台湾人。来个叫请，吼、哦，等于讲，咱来学做医生，进，我有，咱有过去我咧讲这个故事吼，咱有一个同心，伊较早捌伫罗德有一间迄个龙花堂，知影龙花堂亚洲我看卖，我算真侪人知吼，迄间吼，早期台湾无迄个精神病院，所以若厝里有一挂有精神病的人。有的人真果不其然，将家家己的亲人关伫一个暗无天日的房间，有的阁用铁链啊甲连开，吼、哦，啊这就没有人道，啊这就是早期国民党政府无咧顾你的心理的健康，所以较早无台湾人嘛，迄个教育家讲，哪些神经病吼、哦，就是讲啥物以前。可能祖先做无啥物，无做好个德行，吼、哦，才会生这有神经病。其实迄种毋是啦，吼、哦，这是一种病。那么，这个龙花堂，我、哦、这个住持有发这个心愿，去把遐有破病拢甲收集来底下。啊，咱迄个同心底下做过志工，伊嘛咧甲我讲一个实际状况，伊看一个人就好些好些，看伊咧对谈拢好些好些，伊讲啊，你着好啊，你太要待遮，你太不爱出去。伊甲英国呐，哦，唔通哦，外口吼做危险，伊讲啥呐？外口迄拢笑诶，伊家己到底，会使讲精神病来咧？但是伊讲外口介危险，迄外口迄拢笑诶，吼、哦。啊，所以咱今仔日咱来遮，咱是要学做医生，对唔对？嘿，啊，唔过外口拢讲咱。啊、所以真正这个世代吼，足乱的呢吼。到底内底讲外高笑的，啊，咱即马咧讲这法理论述，咱咧讲日数美战，足多人有诶来搞，头壳大咧讲，会判你有发烧无？有烧过头去无？其实笑的是因啦吼，啊，咱冷静来学这法理吼。好，啊，咱来想讲。
要安怎理想建构台湾的未来模式？吼，啊，第一就是讲，伫美国军政府的指导之下，吼，咱和咱台湾民政府伫台湾家己来管家己自治啦，吼。啊，过来就是利用立陶宛迄个拒绝选举的模式，吼。第三，琉球访问模式。那么这个琉球访问模式可能是目前起码美国甲咱讲的是应该爱照这个模式的哈。啊，过来，那等于日本了，咱爱跟日本结盟做邦联还是联邦，或者是中立国哈。那么咱来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哈。真侪人拢会交换你讲，啊，是安怎无要叫美国拨经费，让咱台湾民政府来发展组织？因为咱无钱，所以有时啊要牵一个报纸啊，创啥物活动吼，拢真困难吼。啊，是安怎无要叫美军赶紧来占领台湾吼，来接管台湾，甲国民党赶出去吼。吼，煞要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去甲刷转去金门马祖，这三个我定向问着啦。啊，但是我拢定想讲，咱家己身份地位没有弄清楚。就敢若讲，有一个董事长吼、哦、去变数，啊一个员工也拄仔伫变数，啊变数拖甲真惊人吼、哦，啊迄员工竟然甲董事长，啊你太无爱拖甲扫扫咧，讲这个意思，员工咧指挥董事长讲爱摒扫拖卡，吼、哦，同款，咱是迄个君主占领吼，咱跟美国。是对立的啊，哈，敌对国。咱即马被占领者，美国是占领方。美国对咱台湾民政府两项要求，就是训练四千个，啊，41万个台湾政府身份证。咱这两项敢有做好啊？这两项咱拢做不好，你无法度要求美国做这个工作。而且，美国伊要做啥物代志，伊拢是看讲。以美国的利益为优先，先考虑美国的利益，伊靠考虑到你台湾人的利益，吼、哦。所以咱来跟美国配合，吼、哦。咱唔是发令者，咱是接受命令者，因为咱被占领方，占领方的军事命令是拥有最高权力，哈、哦。这点咱来了解，哈、哦。莫定讲要叫美国做啥做啥，好来。那么台湾是一只未沉的防空母舰，即麦克阿瑟讲的吼，咱台湾人照讲爱亲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吼，即个日本一只，吼，即厝个遐边好即台湾啦吼，因为我只厝厝煞看无啥。那么麦克就要利用事件来和咱台湾人反日仇美。比如讲，刚今年马基奥，看伊日本的男朋友饮酒醉了，拍咱台湾的司机，好、哦，这个事件迄一礼拜安尼连续透早报甲暗报甲宵夜拢咧报，这件就是要惹起咱台湾人仇日的心态，好、哦，因为马英九就是要利用这款事件，和咱台湾人离开看日本。离较开了呢，啊！伊去亲中国，联合中国来压制台湾。啊，咱卖遐讲，迄个卖人叫操弄，包括这个毒牛肉吼、哦，这个瘦肉精的这代志，卖人叫因透露一寡资料，和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讲美国要进口有瘦肉精的牛排，要台湾人吃。好、哦，那么。台湾人的手机啊，先啊，太美国人要吃番薯，要用毒牛肉，吼、哦，有瘦肉精的牛肉要给台湾人吃，就引起台湾人仇美。啊，伊安尼，其实会当报到台湾人拄啊日本甲美国，啊，这两个拄啊全世界上强的、上有武力上强的两个国家。啊，你看，咱因的联共制台，啊，咱煞袂晓。连美日来保护台湾、哦，所以我有时啊有这个空想妄想啦吼。我想讲，台湾民政府即阵吼来开国际表，要求所有全世界上高的科学家发
发明两种物件，对个。第一就是发明世界上来上大的机啊，甲台湾位下较机开。啊，过来发明上大粒、上有力的眼影，甲倒大下骹。啊，准甲位遮晒晒晒晒晒咧，加州的外海吼，唔好侵入领海哦。伫外海找一个适当的所在，纬度跟咱较差不多的，找一个所在来搁浅。啊，那来这唔知外好咧吼，这也袂伤寒，也袂伤热，也袂伤冷吼。啊，拄好拄好。安尼呐，走来遮吼，哦，遮差不多十万八千里。阿强啊，迄什么 M 族的飞弹吼，本来拢射程300公里的，射咱台湾射的，啊，即马甲刷来遮，伊拢变冲天炮，到遮就落落啊，拢无效。吼，啊，伊若要拍来到遮吼，吼，遐洲际飞弹做足大粒，迄一粒若无开差不多一迄落1000万的人民币，好差不多4亿台币，可能做袂开。哎，那下一条试验，哇，伊无遐侪钱通去做，吼、哦。啊，唔拄啊，做者下者想啊，下跑去美国里边哇，美国该对中国宣战，吼、哦，啊，都顺个机会个阿强啊，吼、哦，甲拍后排，吼、哦，家己一挂武力、航空母舰拢甲唔无掂，啊，啊，我是咱困懵困懵，我白忙，吼、哦。好，啊，今物拢讲好啊。阿强啊，航空母舰因个武力偌悬啊！哈，咱来看，俄罗斯据说拦截钢索，和中国航母变作驳船。哦，你知影讲航空母舰呐、啊，美军的航空母舰拢有这个拦截索，伊个喷射机、战斗机都爱丢掉嘞，不会载了害了哈。啊，你莫看这个拦截索，这是高科技的物件，哦，这爱有够用、有够软、够有弹性。啊！你知影讲钢索，钢就是钉的物件，啊，钉的物件你啊，甲做甲会软，佮有弹性，哦，啊，这就足困难的。我、啊、这在美国较有这款技术，全世界有法度做这款拦截索的，就是干咱美国，吼、哦，含英国，上早英国原来，啊，英国甲这个技术转移予美国，美国甲发扬光大。所以你看，连俄罗斯、苏联到今嘛，因嘛无法度做这款。迄、那个蒸汽弹射的系统，所以你看因个苏联的航空母舰拢是滑跳式的，伊个头前个甲板拢翘翘，啊，美国个拢规个位头到尾拢平，迄蒸汽弹射嘛是干那美国也要做俩，啊，当然俄罗斯喜欢来当伊用也要做这条我也做，所以落来是因两个丢掉，阿强啊要不要做？所以伊这航空母舰，我到今也毋捌看到讲有影片讲伊个飞行机落来了。有拦截索丢掉停，有看伊起飞，但伊起飞先啊，伊就先去靠岸，靠在船边，用吊车把飞行机吊去船仔顶，啊，驶出外口，外海时，较翕伊起飞迄个动作。哦，讲因有伫航空母舰咧起降啊，骗人啊！吼、哦，那无这条外海索，你绝对停袂落来，吼、哦。啊，所以伫安尼连一条外海索都不要做，你看讲伊有外强，吼、哦。啊！即因甲乌克兰买迄只航空母舰，叫做瓦良格号，经过差不多10年改装，家己本来瓦迄、那个即、這個、航空母舰是伊甲乌克兰甲内底武器甲眼睛拢拆掉，啊，未扛到船号，阿强啊开10年去看岛，甲岛起来，结果筛出来4行，哦，欠乌烟欠干呢。夭壽，这表示伊演员的技术足含慢的，连演员都做袂好，对不？啊，那像安尼吼，免若要堪伊修建，免 GPS 卫星定位，啊，都看遐个青烟飞弹甲写的都对啊。吼、哦，免卫星定位，免高科技的武器，大炮向迄个角度啊，甲写的都对啊。啊，所以我甲何讲，即只何做吼？你瓦良格跑出来啊！你甲翻做台语说瓦良共和，哎、欸，瓦良共和啊！哈、哦，那真正有两公哈，哎、哦，欠五因欠一零。人美国即马，伊去十一只航空母舰，拢总是核子动力的，驶出去20年免加油啊！伊即款加油啊！吼、哦，
晒水两礼拜就无油啊，得爱去加油，吼、哦。所以因美国航空母舰是准备半年的流失，开出去半年无回来啊，吼、哦，得爱处理，就伫全世界咧，吼、哦、咧巡航啊，吼、哦。至于讲迄半年的流失拢食完，但是你若真正战争是有补给船伫边啊，随时咧补充食物，所以会使只要。卖有啥物大诶故障，是规年套当拢会亮伫海面上走诶，啊，即只无法度，吼、哦，不是着爱倒来加油。啊，搁咱甲笑讲瓦良格号、瓦良公号，即马伊改做个改讲斯良斯良号，瓦斯良号你啊反做台讲斯良号。哦，我那个笑个，伊是讲要用斯良来消灭郑成功，台湾诶郑成功，吼、哦，好无？用斯良号，我那个笑讲啊，你斯良号啊。啊，即卖歹势，佫改讲辽宁号，台语讲啊辽宁呐，啊，所以安尼冲了到着，以前我唔代表佫改甚物号，也袂决定吼。辽宁啊，两公西人啊，佫辽宁啊，讲即只会战争，讲会有战力吼。顶悬全世界航空母舰顶悬无无人机拄啊即只吼，顶悬拢无无人机哦。哦，你看伊成军典礼，你若成军典礼，你嘛爱。无人机的电话都没有哈。啊，那航空母舰无无人机的，迄一定没有战斗能力了哈。好，我拢讲因即马外强拄外强，你啊看因即马美国伫四十一年前哈，因着阿姆斯壮着登陆月球啊哈。啊，因即马旧年较要咧学啥物太空舱咧对接尔哈。啊，你往查往抢救太空。竞赛伊的数量是差不多四十年，啊，好。啊，美国人伫1982年就成立美军太空司令部啊，吼，迄阵的雷根总统的星战计划，雷根总统就用这个星战计划吼，甲苏联骗得掉啊。雷根讲，我已经有发明镭射武器，会当外太空射镭射直接甲你的。核弹的基地啦，还是你的无人机，还是你的船舰，我用镭射枪的，甲你拍，甲你规只船烧开。哦，苏联煞惊着，请所有的科学家，吼、哦，所有的武器、迄、那个物资，拢去支援发明，要发，原来因要发展星战计划，所以造成苏联，煞会使讲民不聊生，就是。无物资的生产拢袂有，因无钱通去向外口买粮食，吼、哦，采购粮食哩吧。因为因遐不是拢冰天雪地，规半年拢无生产，爱外口的，好像乌克兰也是欧洲这边买粮食哩吧。造成因苏联家己的百姓为着买面包，拢来排队，上少两点钟后排几工嘞，咧抢遐个面包就对了。啊，你甲想？敢那为着一个食，就浪费啊！一时间伫顶悬，无时间去做其他工作，所以生产力节节下降，到尾啊，苏联解体啊，就去由美国甲雷根甲创这个星际计划，哈、哦，星战计划创一个哈，苏联总崩盘。好、哦，这印度啊，咧学2010年咧学太空舱对接，哈、哦，好，好，啊，有真两人讲，台湾是经过多年来民主选举了后。渐渐转变做主权独立的国家，啊，这是无合国际法律啦。哦，这个咱秘书长有比一下种，我骑这台卡达车，一直骑，骑到尾啊会变变住的，就讲这个意思。好、哦，啊，这咱来看，国际上无这个法源，哈、哦，无这款法源依据，国际上嘛无这个先例，公用选举的变作为不是国家，会变作国家。台湾的战争债还未形成，主权还佫底下伫美国的手里，所以无可能，互你讲，你干安尼选举了，算算来就变领导的啊。哦，啊那安尼，阮兄弟啊吼来做主，啊感觉袂歹，阮三个兄弟啊来投票选举，哎，这间厝袂歹，变阮的，敢袂使？哦，所以唔是干那讲你用民主选举，这个领土的就变你的，无可能哈。啊，美国嘛有讲啊，台独代表战争，吼、哦，这块地啊，伫我遮，啊，你无摕钱来算清楚，把这个债务算清楚，你就要甲我
退回去，不可以。好，我们来分析说，新日本国跟以前的大日本帝国差别在哪里？以前的大日本帝国就是这些红色的，包括韩国、琉球、台湾，包括新南群岛。那么新的日本国就是建立普斯坦宣言里面所说的，日本只能够留这四大岛，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这些那时候连琉球都排除在外，是不是经过琉球法案，琉球才又回日本的。你再想以前的大日本帝国跟新日本政府就不一样了，对吧？日本天皇拥有他所有这些领土主权，但是他把管辖治理权委托给日本人民所选出来首相所组成的内阁来管日本，所以不一样。所以日本在新日本在1952年四月二日正式脱离大日本帝国，在1952年的12月18日加入联合国而自治。好，即马即个日本是脱离大日本帝国，会使讲讲较歹听，背叛大日本帝国。因为迄阵日本天皇所统治的这个大日本帝国是跟同盟国咧修建，啊，即个同盟国差不多51个国家尾啊建立成立联合国。对不？联合国也在讲，就是同盟国的前身。好，不，同盟国尾来做这个联合国啊，所以日本是跟同盟国咧修建。啊，即卖新日本是背叛大日本帝国去加入盟国，那是背叛。好，好，这应该大家拢知影啦吼。好，那么美国。真厉害，我真佩服。就是伊会当事先了解讲台湾即卖状况，就是台湾人拢真一大部分拢变作中国人呀。所以要求讲咱台湾民政府爱先通过台湾公民权利法案来分类台湾人含中国难民啊。那有 TW 身份的人以后才会当参加公职啊，而且做公告人员对吧？安尼做了了。真清楚，以后选举就是拢咱 TW 的人，哦，你家己咧做选举啦，也是公道哈。好，啊，这咱的公民权利法案哈。好，我是台湾人，唔是中国人，我爱台湾，我摕台湾政府所发的身份证，哦，咱来摕这张，唔是摕这张，这张是难民证哈。好 ，OK， 实施有两种，所以台湾嘛有两种哈。这个咱来了解的，哈，一个政治的台湾，就是今麦咧，甲咱通知，这叫做政治的台湾，哈。台湾地理当中，就是流亡中华民国政府，伊的头家是美国在台协会，过去是国务院，上大的头家是美国总统。那么咱这边台湾民政府是华丽的台湾，哈。台湾民政府的上级指导单位是美国台湾军政府，顶管是美国国防部，总头家嘛是美国总统。政治会当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吼，那个诸葛亮讲的，政治是高明的骗术。好，所以会当乌白讲了对。但是法律台湾法律的物件就定空空，国际法安怎规定，政策法安怎规定，就爱照安尼来。所以这边咱所讲的拢是正正确确，咱无打咧乱讲，哈，无咧讲感情，照法律咧讲。好，好啊。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好，我就先讲到这，好，以后有机会，好，咱阁继续来讲，哈，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学，阮这节无休困，要继续上课，谢谢。